身为业务员，除了替客户规划完整的保障以外，在客户需要的时候提供真诚的陪伴跟关心，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我们的行业里面，难免会遇到些许的挫折。那其实要支撑我们走下去，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回想起客户对我们的支持。通讯处也很重要，通讯处就像是第二个家庭一样，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蓄积我们自己的一个能量，然后让我们也有再次出发的一个动力。明年本公司将迈向25周年，我们秉持一句承诺一生的朋友的服务精神，要在持续的稳定成长，创造同仁、客户、股东、社会大众四个面向共赢共好的局面。